下来的冠军得主会是谁呢？选手们的努力让比赛更加精彩。哎，快点做决定吧。暂时落后哟，鳄鱼正在努力的追赶。哇，选手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。保持在前三名，金刚可能要多多加油了。鳄鱼卯足全力冲刺吧！金刚目前的状况不妙啊！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辣妹。谁能夺得下场比赛的冠军呢？大家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加油吧！把握最后的时间哦。本场比赛的彩金得主是辣妹。